今天我们到超市去买一点火锅料，然后自己回来做火锅。走。凉菜吃什么凉菜？我我们今天晚上不吃火锅。辣椒多放点，辣椒多放点，放一点醋。上次这个蛋放点醋。啊，我也不能吃，对吧？你不能吃吧？你要吃什么嘞？放一点。蟹。蟹。不要放醋。放点醋好吃。去买一点那个吃饱了。买这个火锅料的那个羊肉卷。羊肉卷多少钱？他拿一元回去烫着吃。嗯，那个熊美一点，麻烦的美三斤牛啊。这是专门烫火锅的料理。对，麻烦的美三斤牛。这么多，年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干豆皮，是晒干的，拿个小的。
放一点点。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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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捡起来。那薯片吗，小宝？水饺吧。不是，是上面牛丸吗？小姐姐，今天学生不是放假了吗？买一个儿童水饺，小孩吃。他们圣诞节什么时候？走了啊，我也走了啊。啊，那别人的不可以拿啊。我也走了啊。哎，你之前没写过吗？你没写过，没留我写的吗？来来来来。嗯。你这就买几粒的了？你说的买了没？那能不看你在吵吗？不在拍。你看，这是大哥在喂弟弟那个。我耶，来给镜头来一个耶，耶耶，光顾吃了，好营养啊！刚有一天就自己买几个吃。完美。
走吧走吧走，看几个小美女，几个小美女，几个小姐姐。姑娘，我跟她肯定是个冤家，知道吗？我跟她绝对是个冤家。小宝，你小鸟，我记得换下来。